赶到现场时，发现湍急的江水已经没过了两位被困的洪峰，被困在了桥上。接到县情报告后，小南海镇党委政府立即调来一排铲车，准备在江水上岗前通过铲车实施清况，相当危急。 经过司机反复的尝试后，抬得越急，而且是这个也是越来的越深。现在现场的情况也是在水中的被困的时间比较长。我们看到这个被困的这位女士可能有点体力不支，那么在我们这个铲车司机和这个被困的男同志的共同的这个帮助下，现在两位被困的被这个徐江的水淹没了。所以说这个。